作。陈先生您好，请问您今天做了什么呢？你是想问我要点什么吧？有 menu 吗？算了算了，不然给我来点这个。其实我今天刚来上班的时候，就看到你躺在那里，我比较好奇你是怎么进来的，你有印象吗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今天好像叫成品哦，成品啊，台湾之光嘛。很多观光客来到台湾，都会先去故宫、101，然后是什么？成品。不要忘鼎泰丰。对对对，鼎泰丰最近开了分店嘛？对。重点是我今天到成品找一本书，找书到成品就对了。不一定啊 ，Page One 的书就比成品多。Page One 中文是什么？关我屁事啊！重点是我今天到成品找一本叫《后感情年代台湾人》，结果后感情那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讲啊？要啊，别卖关子嘛。谁卖关子啊？你一直打算我怎么讲 ？OK， 好。所以你今天到成品做什么？操，忘了啦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到了中和干了一件天大的事哦。没事去中和干嘛？跟我去中和干嘛？重点是我今天到中和干了我人生第一件大事。中和我不喜欢，太拥挤，人口饱和，业务量也就大，还有那个永和也是，我常搞不清楚这两个地方哎。福和桥接的是中和还是永和啊？福和桥接的是罗斯福路跟永和，是基隆路跟永和啦。知道你还问屁啊？哎，那你知道罗斯福路的由来吗？到底有没有听我说故事啊？有，你想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女朋友她最近怪怪的。她怎么了？他好好的，突然跟我说什么他的来日不多了，然后说，他说他跟我在一起也没有安全感。他不是才三十几岁吗？四十了。这么老了，他应该三十八岁就要挂了哎。干，你在攻他小啊？我最近状况真的不是很好，我不知道是职业倦怠的关系，还是最近酗酒。反正我生活作息就是乱七八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平常是不出包的，我今天起床就是心情很 down， 我不想起床，然后我也不想出门，可是我又不得不起床，不得不出门，因为到时候过了没啊？妈的！我现在跟你讲故事，不准打岔，不准插嘴，否则他妈一枪毙了。哇，哪搞来的、啊？空气枪还是瓦斯枪？该不会是真枪吧？跟阿 K 一起。还是 Beretta PX4， 我对枪也是有研究。有研究是不是？死了再慢慢研究了。死一次还不够，想死第二次啊？OK， 我差不多了。室友应该就是情杀、帮派火拼，当事人胸腔中弹身亡。结案。哦，你可以喝了，喝了好上路，我也该下班。赶快喝啊！等等来不及收官。